其实我昨天在发言的过程当中，我看到一个很思念的，就是你的小弟柯群。长官，柯群你啥呢？柯群，会当让柯群跟我见面，是乌贼不外文书。因为我的法术已经被乌贼影响困在里头啊，所以我被侵犯看到。朱信昌的后代，我入去无多了后，变甲话电工。你意思是讲，伊想要去偷摕乌册？组织角度是，本来是我这个这么危险的代志，我袂当让你去做，得我来想煞。钟军，你想哪啊？钟军，你给我听听我在讲话。啥鬼啊！你有天命在身，妖邪未除，千万唔通因为一时的痴念，搁行唔知路。妈来变甲安尼啦！敢讲伊是乌贼内底江道成迄条魂有心啊？哈！半桶水的酒，想要用你这沙卡鸟的暴水来制裁他，去死！你是野蛮乌贼，终身公是等来我的手头啊！干妈，即马江道成三条魂还袂到位时阵，伊的患者一定无你厉害。你甲你的囝在死之前，至少会晓一件代志，那就是。做这种代志，要怎样点点？